有，谢谢啊。我坐碗坐那一点。坐碗坐那点，够新款不嘞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看妹妹尿不湿要不要换的呀？妹妹为什么要换尿不湿呢？因为她那个要洗尿噻。乔子，在你和豆豆妹妹这样大小的时候，你们都是用的这个纸尿裤，因为你们都还不会上厕所，而且你们都是小宝宝。白酒。换嘛，换不换就好啊。我的事。换不换，给我换。好，那你来弄。我不是在找你那个木耳啊，你帮我抱一下妹妹嘛，我抱不起，我也抱不动。好，你抱一下。姑姑，你把妹妹放上去。好的。哎呀。给你们用的这个巴布豆儿奇迹收缩纸尿裤，都是经过老爸抽检的。它里面添加了南非凤凰草清水，天然温和，可以更好的呵护宝宝的小屁屁，轻薄透气，宝宝穿着也没得负担。无玩家的循环透气孔可以快速的排湿透气，它的吸水性也很不错，能牢牢的锁住水分不翻身，让宝宝屁屁一整天都很干爽，不会红屁屁哦。哦，我懂了，姑姑，就是妹妹有你了，她的屁股很舒服。对，乔子，给妹妹换好的，你找会儿妹妹啊。我和妹妹洗衣服去了。妹妹，你以前姑姑在你的姑姑是老大呀，我也喊她那么多年姑姑大呀，你好意思老大？妹妹，你听话一点，我过年的时候，你给我拜个年，我给你给一个红包，好不好？还不晓得红包是什么东西呀？就是钱，钱可以买东西哦。哎呀，好冰哦，舅舅。姐姐，妹妹好冰哦。很冷呐。那你喊姑姑去。姑姑，姑姑，妹妹天有点冷。有点冷呐，我来抱她呢。你也不冷，你也不冷，你也不冷。那我摸你手呢？哎呀，你手是比妹妹手热乎些。妹妹和你一样的，脑壳都圆圆的。我的是足球，她的是乒乓球。那我的？你的是篮球。